常开始走都不嫌晚，一个梦有多远不放手就不怕难，往前飞就不会留下遗憾，牵着手就不会觉得孤独。山顶的空气哦，哦，足好个咧哦。妈，即马都市内底哦，迄交通真乱，车哦搁侪啦。啊，即马大楼起高哦，汉侪，大家拢倒迄冷气，吹出来个风哦，都真热。啊，带你哦，来做郊外行行个，空气好，啊人哦嘛较快活。妈，我们带你出来玩，你欢喜不？欢喜啊，真欢喜啊！哎，这间庙，我敢若捌看过咧哦。啊，咱敢有来遮拜拜过啊咧？妈，你有来过，啊，不过是真久真久啊，还是偌久啊？啊！我细汉的时阵啊，你有爱我来吃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想袂开啊嘞！啊，妈。准备起来，别下紧了。我们待会等爸爸上来，我们就进去拜拜哦。哎，阿林爸爸嘞？我坐轮椅拢起来啊，伊来行吃饭啦。妈，我毋是有甲你讲，咱哦是开车直接起来的。阿爸哦，因讲要运动，因就往山口爬楼梯，安达达爬起来啦。爬楼梯哦，嘿，啊楼梯唔伫遮。妈，唔是啊，唔是这款楼梯。嗯，我楼梯伫台安尼，哎呀，安那会爬遮慢啊。妈，在那边啦，我们把你推过去看看好不好？妈，在遮啦，这个楼梯。啊，较早哦，这个楼梯较矮啦。啊，经过这么多年哦，庙方遮大家出钱，啊，这个楼梯哦，今麦变较宽，大家哦爱爬起来时阵哦，嘛较好行。清楚了。
你想起啥？一条路啊，我感觉亲像有爱过阿贤呢。妈，不是干那啦，是真实的。是啊，妈，我还记得迄当阵啊，小哥拄去读册，有一间圆桌，地点就是伫遮。迄天透早，你陪小哥出门，害我起床的时阵找无你，我阁一直哭咧。找无妈妈会哭的哦。妈，有迄个原主的代志，你参办两个人哦，不专工，而且看这山路的情形，才决定讲哦，要互我参加无？哦，啊，这么悬，阿贤要安怎爬？天哪，爬起来！妈，啊，你想起来了？想起淡薄仔代志，也不过无啥清楚。我想起来，甲恁爸爸，敢那有冤家吼？袂用的啦，这么侪客啦，阿贤爬袂起你啦。迄不是问题啦，到时哦，我会当请假，阿姨去你啊。那就真麻烦，那会当当放假的时阵，他带伊来啊，就用你啊。嗯，伊也无共，伊甲同学做伙来，就表示伊甲同学同款的啊，并无因为伊的脚吼，就失去参加这摆晚聚的权利啊。哎，老婆。新老师拢会当支持阿贤，甲正常人同款生活，是安怎？咱做爸母的，煞无愿意帮助阿贤，搁向前踏出一大步嘞。我会记啊啦，我会记啊啦。恁爸爸讲的迄几句话吼，我实在足见笑的啦。伊讲吼。新老师都无放弃，我哪会用得放弃的啦？所以嘛，你改变你的主意，带阿黑朱远竹背他上山，应该是安尼啦。妈，就是因为你甲爸的无放弃，才有今日的我。少年的哦，卡就香的。你们呐，不要欺负阿公哦。不是啦，阿妈在上面等啊，快点啦。爸，多多行啦。妈，迄年哦，就亲像今日白因同款，你安尼哦，一路足辛苦的，到爱起来。刚刚不算，刚刚抱下来休困一下。没有休困的啦，你看新老师甲同学吼，拢伫顶面啊呢，咱若休困吼，会对袂着阵啦，爱继续行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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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迄阵啊，大车根本就无法度直开起来，一定要爬楼梯，咱一步一步的才通起来。啊，我实在足感谢你，若是无你，迄阵哦，我根本就无法度去参加援助。我有一句话，藏在我心内，我一直拢无讲出嘴。什么话啊？小哥，你真的让我太佩服。你怎么会？你很压抑，他为什么会说出那三个字？我们那有一位师姐说，如果我们爱父母的话，要大声的说出来，让他们知道；如果没有的话，要赶快说，早就该说了，他还拖到现在才说。啊，我想就跟你讲，这句话我早就应该跟你讲，不过我咧藏在心内，唔敢讲出嘴。你要原谅我，我真的就爱你。你有听到无？小哥伊讲，伊爱你。妈，我嘛就想要甲你讲，我爱你。妈，我爱你。你奈在哭呢？是啊，小姑你奈嘛在哭。哎呦，你爸爸跟你小姑姑跟阿妈说，他们爱阿妈，阿妈就哭了。阿妈，安尼你应该笑较对啊，奈因哭。我应该欢喜才对啦，无因哭的。阿妈吼，一定是听无够快吼，才会哭啦。来，我们一起大声跟阿妈说，我爱你。这样吼，他才会笑啦。啊，预备起！啊，我爱你！啊，你两个哦，是在发啥啊？阿公，我爱你！阿妈，我爱你哦。妈，爸，我是跟你塞奶。是啦，是啦，哦阿公爱阿嬤啊！不要紧啦，再爱一遍啦！太太，真正免我陪你去哦？不免啦，有安安陪我去就会用啦。谢谢。客气。啊，太太啊！啊，你是好啊，袂啦，那脚手这么慢啊？来啊啦！啊，我替你哦，我找这个给你用啦，你莫一直跟我吹啦。免啦，我袂寒啦。袂用的啦，啊，今仔日外口风少头的，你的气管无好，风吹着哦，你咳嗽啦，来，注意一下啊。我来啦，我跟你来。
啊，环保袋啊，你啊？啊，我袂记啊。我来这。头壳是安怎？记性真哩歹。是啦。啊，你即马记忆比我较好啦，你较厉害了哦。你好，都麻烦你哈，我出来去哦，多谢哈。恁哦，放心做环保啦，啊，出来得搞好环保，别烦恼啦，哦。紧嘞，别着急嘛。哎呦，我今仔已经等了互人叫去，咱就无好收啊。哈哈哈！蔡医师，你好。我牙齿很痛，我要挂号。请问你们护士小姐在吗？哦，她辞职，我帮你就好。麻烦你一下，你先帮我填一下这个资料。好，谢谢。苏校长，还有事吗？蔡医师，你们今天看医生不用钱吗？你还没跟我说多少钱。抱歉。那大概多少钱？挂号费吧。哎，上门回来啦？不是，是我。怎么样？哎，再不找助理啊，我真的会乱成一团。今天是忘了收钱，明天呢，也不知道会忘了什么。哎，你找助理的条件一定要那么严吗？你也知道，我行动不方便，我如果找一个手脚不利落、脑袋不灵光的人，对我来讲根本没有帮助。可是啊，你都已经找了一段时间。都找不到适合的人，我觉得你的条件啊，应该要往下降一点点。你会这么说，就一定有人要介绍给我，对不对？果然是我老公，太了解我了。我真的帮你找到一个人，很适合当你的助理。是谁？就是我们祖上那个柴云师姐的女儿，她又乖又听话，又很勤劳的。她几岁？23岁。之前在做什么？2年没有工作了。哎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您在想2年没工作是不是有问题？是有问题。他的问题啊，就是没有碰到那么有爱心、那么有耐心、那么有包容性的好老板。你灌我这么大一碗米汤，肯定有问题。他一定不好带，对不对？是不好带，那你还要介绍给我？我敢答应他们啊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给他机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小到大都很多人给你机会，你才能走到今天。我相信啊，你一定不会吝啬的伸出双手帮需要帮助的年轻人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许慧玉。来，这就是我们的诊所。来，进来，进来。钟璇，钟璇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慧玉，这是我老公蔡钟璇。蔡医师，你好，我叫慧玉，我是来上班赚钱的，请多多指教。好了好了，礼貌够了够了。哦。蔡医师，那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要去打扫干净？那我去打扫哦，哈。
慧玉啊，那个动作啊，要慢一点，轻一点。慢一点，轻一点。好。慢。蔡医师，这个速度够慢了吗？蔡医师，我来看一下蔡医师。中到12点了，我蔡医生哦，无要看，你回去啦，下晡再过来吼。啊，无爱看，无爱看，你这歹做啊！我哪有歹啊？你是无看到张明明写修整中三个字，你是看无哦、欸？蔡医师，你的精神来这种态度啊？歹势啦，伊拄仔来哦，较唔啊代志啦，无安尼啦，你点半佫过来，好不？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切！修整中三个字，你看无哦？慧玉。怎么了，蔡医师？对客人啊，要有点礼貌。礼貌一点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蔡医师，12点了，进去睡觉啊。耶！太好了，蔡医师，这下午预约的人哦，全部都看完了，一个病人都没有。慧玉啊，你是女孩子，长得又很可爱，说话轻声一点，会更温柔。对不起哦，蔡医师，我又忘记了，我下次会注意啦。好吧，那我先进去里面休息，等下有病人啊再叫我。爸，回来了。你干嘛？你爸哦，才刚刚进去睡觉，你这样子哦，会吵到他的啦。哦。哎，哎呦，什么？你不乖？这里是蔡医师看病的诊所，哎，你这样子东西乱丢，等一下病人进来后，蔡医师会很没面子哎。拿回去放好。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啰嗦啊？哎，我不是你妈，可是我的年纪比你大，我可以当你姐。你爸妈是好人，所以呢，你要当乖小孩啊，要好好用功念书，每天准时回家。好好好，我时间到了，我要去补习了，拜拜。话讲完了，哎，尚萌，尚萌，你下课要早点回来啊，不要在外面逗留。吼，这是的，又学卡通片，一把一把按着你，按着你去。哎，蔡医师。慧玉，不是我告诉过你，你是女孩子，说话要轻柔一点。哦，对不起啦，这样子讲话可以吗？嗯。蔡医师，我说哦，现在是白天啊，今天难得提早下班，其实我一个人走路回家很安全哎，你不用送我啦。没关系啦，我有答应过你妈，说每天下班要送你回去。慧玉，又怎么啦？不是，你刚刚哦提到我妈，我才想起来啦。我妈要我谢谢你，说你哦每次下班都开车载我回家，很辛苦呢。可是哦，我都忘记跟你讲。好，你就回去跟你妈妈说，不用客气啊。我家不是从这边转啊，我车停在那一边啊。哎呦，我家从这边走啊。可从这边走离我车比较近。不对啦，我家从这边走10分钟就到了，不用开车，这样子很浪费油哎。好，从这边啊，走走走走。哎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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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慧玉啊，你走前面啊。要不要我扶你啊？不用帮我，你走前面。哦。这边哦。对对对。哦。
是，是我。本来啊，我开车送慧玉回去，结果用走了。我说我啊，好累。真的，快把他打败了，怎么办？蔡医师啊，山上有那么多小朋友都不肯给医生看牙，可是全部都被你说服了。我相信啊，你一定会把慧玉啊教得很好。我回来了，爸，你怎么了？你爸跟你一样啊，在考试当中。啊？什么？慧玉啊，他始终如一，跟刚来的时候一样，怎么教都教不会。有好几次啊，我就在想说。我是不是干脆就放弃算了，另外再找人。哎，师父渡人啊，每一个人都不会放弃的。我们只不过教一个小女孩怎么做人、怎么做事而已，才碰到一点挫折就要气馁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太没有耐心了？可是我要找的是一个可以帮我分忧解劳的，不是让我分心操烦的帮手。他是啊，爸，他有帮你分忧解劳啊，他不但当你助理，还帮你管儿子嘞。你哦都不知道我被他管得跟什么一样嘞，他叫我讲话小声一点啊，书包不要乱丢啊，还有说什么诊所门面不要弄乱啊，不然你们很没面子啊，还说什么你们两个是好人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当好小孩啊，叽里呱啦一堆，哦，多一个人管我还真累耶。上谋啊，多一个人关心你啊是你的福气，你应该要懂得珍惜。慧玉啊是一个很善良单纯的小女孩，也没有什么心机，像这种人我们应该要珍惜，不是吗？我要记得给我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蔡医师，来，蔡医师，我不是有教过你要有消毒无菌的观念，麦子清了。哦，蔡医师来了。哎，哎呦，蔡医师，小心一点嘛！是的。哦，害我还要在那去消毒。去消毒了。医生，开始，蛋姐。哦。找你的钱哦，多谢。蔡司啊，这个小姐才几天无去呢，价格有进步，袂歹。多谢啊，孙杰。为什么一直叫客人回来？蔡医师，我找错钱了啦！我找给刚刚那个人哦，多100块钱呢。可是我追出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见了。蔡医师，对不起啦，害你多赔100块钱。没关系啦，你下次啊，仔细一点就好。少收我吃一点亏是无所谓，可是如果你多收啊，客人心里会觉得不舒服，会容易有误会。嗯。我知道了，蔡医师，要不然哦，这样子好了啦，你那100块钱哦，从我的薪水里面扣。我妈妈她有说，你跟阿姨都是好人，我不可以给你们吃亏。不用了，你只要记住这个教训，下次啊，不要再犯就好了。谢谢蔡医师，我会记住的，我以后一定会小心一点。
叫那么大声！蔡医师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打翻水了，我去拿抹布哦。慧玉啊，你。键盘都湿掉了。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有关系了，还好啊，只是键盘坏掉，主机没事就好。我还是很幸运的，对不对？对吼，蔡医师，听你这么一说吼，你真的很幸运呢。吼，还好只有键盘湿掉，主机没有事，要不然你要花更多的钱吼去买一台新的主机呢。蔡医师，恭喜你啦！王爷爷，谢谢你让我洗窗户。是我要谢谢你，你怎么反倒要谢谢我呢？每一次过年啊，我都很希望可以帮我妈妈刷窗户。我的愿望呢，就是可以把玻璃给刷得又干又净，白白亮亮的。可是我妈妈都不给我刷。那你妈妈为什么不让你洗窗户呢？因为我都不小心把玻璃给打破啊。你怎么把它带回来帮着大扫除啊？这样很不好意思。我也知道，不过如果不让他做的话，他会很难过，以为我们把他当作是外人。哦，他妈妈是我们祖上的师姐，刚好不在家，慧玉就打电话过来说他很无聊，想要上班，可是今天又是星期天，门诊又没有开，我怕他待在家里待不住，又到处乱跑，干脆就把他带过来了。人家都巴不得要放假休息，他反而想要上班，真难得。他以前还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工作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工作，看得出来他非常珍惜。懂得媳妇啊，这女孩子真不错。她真的很善良。是反应啊，就比较慢了点，也比较粗心，学习啊也不是那么快，哎，难为钟玄了，要他用很大的耐心啊来去包容他。哎呀，哎呀，玻璃打破了呀！哇，看看，丫头啊，疼不疼啊？你不疼还哭啊？阿姨，我是不是很笨？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每一件事情都搞砸。哎呦，傻丫头，玻璃又不是你打破的，是我打破的。你帮我的忙，还被玻璃割伤了，是我笨，不是你笨。不要再哭了啊！你呀，就是这么不信任这丫头。非要接手他起的窗户不可，这下可证明了吧，手脚啊没有年轻人的利落，以后啊你就别逞强了。你就不要再念了好不好？我已经够呕的了。王奶奶，你不要再骂王爷爷了，我本来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没有人相信我会洗玻璃，就连我以前打工的店长，他都不敢让我搬东西耶，因为我都会不小心把东西给推倒，连我妈妈她都不相信我会擦玻璃，因为我太笨，所以再没有人信任我。哎呀，不会啊，蔡医师就很信任你啊，他要求很高的，他如果真的觉得你笨的话，他不可能让你当他的助手的。蔡医师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对，蔡医师，是真的吗？可是我都闯祸啊，你真的不觉得我笨吗？傻丫头啊，不管是谁，都是从错误中学习成长。王爷爷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还是一样会犯错，做不好没有关系，
只要虚心的受教，认真的学习，想的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，那就对了。辉玉，王爷说的话你要牢牢记住，虚心受教，用心学习，你呀就会越来越好。水果啊，跟你爸做的饼啊，回去要马上吃，要不然会坏掉。知道了，妈。妈，我跟慧玉先把东西拿到车上哦。好，好，好。慧玉啊，今天真的是谢谢你耶，帮我好多忙哦。王奶奶，你不要这么说啦，我要谢谢你们肯让我来家里面帮忙。说真的，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么开心过了。有空啊，就跟伟华常来家里玩哦，不要客气啊。嗯。好，妈，我们先拿到车上了。好好好好，我奶奶，我们走了。嗯，好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慢走。拜拜，好好好，慢走。阿姨，你爸爸妈妈人都很好呢。是啊，你们一家人都好好哦，我好喜欢你们哦。谢谢哦，我们也很喜欢，很喜欢你呀。真的吗？嗯。阿姨，我帮你拿。哎呦，你这样你手会痛啦，小心一点。阿姨，我帮你拿，我保证我不会摔坏任何一样东西，我会很小心，我拿得动。好啦，你手小心一点哦。我勾着嘛。我先拿去车上放哦。好。哎，不要用跑的。好好好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钟锦啊，那丫头啊，对自己太没有自信了，你要对她多鼓励鼓励啊。我知道。我今天呢，就是对她太不信任了，反而自己失手打破了玻璃。也不知道是谁说过的，当你用一根手指头指责别人，那其他的手指头会对着自己。我就是犯了这个错误，不要跟我一样，你要对他再宽容一些啊。爸，你放心，我跟伟华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啊，来来来，慢点慢点啊。对不起，请你用它啊，是给你找麻烦。我知道你对工作项要求很严谨的，慧玉对你来说根本就不及格。我真是不想骗你，有时候啊，我被他搞得真的是很头痛。可是换一个角度想，他也许是老天派来考验我的习题，所以我不能逃避，我要去面对。谢谢你哦，支持我，帮我完成想要帮助他的心愿。我既然答应你，我就要做到。他不及格，我就要想办法让他进步到及格。可是。
我现在还没想到方法，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他开窍？用这里，用你的心，用你过来人的经验去帮助他，真诚的关怀他，真心的接纳他。我相信啊，你的用心一定会让他开窍的。建立自信，绝非一朝一夕。看来啊，我应该要用心待他，千万不要轻言放弃。是挖池。蔡医师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小心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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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。哎哎，对不起，蔡医师，来来，这边坐，这边坐，小心。蔡医师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又拿错了。没有医生陪你练习，你怎么做都不确实。发什么呆？专心一点，探针。哦，蔡医师，你要陪我一起练习哦。我不想我的助理把挖石当成探针拿来给我用，我要赶快把你训练好，我才可以放心。探针，那你要口罩吗？不用。不能放口袋。哦。探针。蔡医师，是这一只吗？蔡医师，请用。镊子。镊子。蔡医师，请用。口径。蔡医师，请用。三枪喷头。蔡医师，请用。洗牙机头。蔡医师，请用。好，现在全部给你，我们再重新来一遍。好。一个钟头到了。好啦，我知道。时间到了。再等一下，妈，会打倒怪物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哦，妈，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啊？我宝物飞了啦。什么宝物啦？这些都是虚拟的，飞了又怎么样？哦，你不懂啦。对了，我不懂，我只知道啊，你已经违规了，你跟你爸只是玩一个小时的协议。如果他把网络退掉的话，你什么都没得玩了。好了，我要上去看书了，你爸爸要回来休息了。原来是玩电动啊。哎，你昨天怎么搞的啊？ PK 到一半就下线。哦，别提了，我昨天差点把德鲁伊首领给打垮，哎，结果哎，被我妈给毁了。你爸妈怎么管那么严啊？哦，其实我爸妈也不是不让我玩的，只是他们希望说我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游戏上面啊，所以他们就跟我协调，他们说一次只能玩一个钟头，别说多一分钟了，多一秒都不行了。还是跟我爸妈一样，可是打怪哪有办法算时间的啊？就是这样才哦啊，常常因为玩到快瘾了，就因为时间到了
所以就输掉了。哎呦，别饿了啦，走啦，去网咖 PK 一下，怎么样？不行啊，我爸妈知道，我会被骂的。哎呦，别笨了，你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哎呦，不要闷了啦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今天不用补习，轻松一下。你帮我跑一下邮局，去寄这封信，这个、啊、很重要，一定要注意一点。好，邮局剩半个小时，你赶快去。哦，好，蔡医师，你放心啦、啊，我半个小时后一定会去到那边，然后再回来跟你报到啦。好，我现在去。萨摩吗？遥远的天边，乌云早已散去，我回头找寻阳光下的足迹，温柔的大地赐给我们上有你，开创未知。